自己台词这么多的时候心情怎么样？心情激动，然后激动，然后感慨万分，然后一想到自己要背这么多词，就莫名的兴奋呢。会羡慕王一博的角色台词长吗？有时候会羡慕，到一些比较关键的场的时候，然后我要长篇大论的时候，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羡慕王老师了。嗯，演了这么多的古装戏，发际线蛮好的。发际线不太好，心疼我的发际线。什么时候考虑会接现代戏？一直都在考虑啊。Pick me。最想演什么类型？最想演什么类型的吗？其实我最想演的类型是比较腹黑一点的，然后一个迷人又可爱的反派角色。最喜欢魏无羡的哪句台词？最喜欢魏无羡的哪句台词是，那句是怎么说的？管他熙熙攘攘阳光大，我非要一条独木桥走到底。如果自己是神行命世界里的人的话，会想做谁？会想做谁吗？其实还蛮想做薛洋的。因为我觉得他就是一个迷人又可爱，然后又招人疼的这样一个反派角色。嗯。目前对自己的身材还蛮迷茫的。哦，其实我真的我要澄清一点，我的体重是130斤，因为我之前看到我朋友，不是，谁也不是朋友，我爸妈，因为我跟我爸妈有一个群，然后我爸妈截图了一张网友的那个评论，说我115斤，怎么可能？我130斤，其实我真的没有减肥，然后对于自己的身材，其实就是一个控制和管理的一个状态。嗯。停 ，OK。过去。好，拿过来，拿过来。好，眼神给我一下。2、1，开始，后面的可以坐下。两个人能不能 OK？ 好的。那我们请张总。等一下，我去给你打进去。蓝忘机丰富的内心戏对你来说挑战大吗？大，非常大，就是很多场戏就是都是大家说话，然后我一个人站在那，然后就要做各种反应，就挺难，挺累的。嗯。戴头套感觉怎么样？戴头套感觉眼睛很勒。嗯。对这个抹额有啥看法？对这个抹额不错啊，就是会晒出印子。嗯。一博哥哥现在很怕鬼吗？一直很怕。嗯。之前一直说想演古装剑术高手，这次打是打爽了。打爽了，但是我想演那种浪客。吊威亚还好，没有受伤。这部剧里面有很多小动物出现，然后你也养了很多小兔子，日常生活当中有去照料这些小兔子或者跟他们亲近吗？我有抱过小兔子玩过。一博，你在剧中跟女性角色的感情戏多吗？非常非常非常的少，一个手指头就能数过来，不，一只手就能数过来，五个手指头。有啊，跟大家安利过，而且我们剧中的那个花絮老师也是骑摩托车的，然后就跟他有聊过。安利成功过谁？肖战说他有想骑，但我不知道真假的。嘻嘻嘻嘻嘻嘻呢？什么传言？哦，什么传言？然后我就被打了，对不对？江城，安娘，江城，不许打，不然你也会死。打了，对，打了，对，打了，这边是没看到子健的，然后再给他之后，他手里就有子健了，然后一直到紫光闪过，哦，不能打到我身上啊，对，被打了。所以我在哪儿？我在哪儿被打？你本来在那里，这王八那边好远。然后越然后我会被打，然后我就跪下了，对不对？对，就脚软。哎，站住在哪？我在哪？这边站在换位吧。这边他不是打他，不是打到背啊，打他窗户。哦，会的。
求一个让，然后我让你，然后我，然后你没有让，然后我才会说，我没发开，然后我才会说江城，江城你让开，你别管，江城你让开，你别管，然后又是一个鞭子是吧？然后我就打了，然后这回就真出鞭了，然后对，啪，然后我就会被打在地上，就重来了。这个往后走，你说你这个。这个前面啊，不守规矩的动作，迟早要给江家带来大麻烦。我这个手在地上有，现在又过来，没有吧？你第二边他是打到这儿了，啪，是往后倒到那儿去了。大概干到这儿了，大概干到这儿了啊！飞走了吗？哎，这个磁力很厉害的，飞手要了，要威亚，他往这里飞，很强，好一点呀。他往这里飞好一点吗？嗯，不要往那里去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他从你这边还能去吗？一定要这样嘛，这桌子要碎了啊！真的，是不是他有人通缉张成了？没桌子的。哎，进入过来。进入按了。他不动也好傻。对，给按了。哎，少爷，就别动。这个给他压着。少爷，拉他一套，犯人，犯人。老鱼夫人会狂抽我，对不对？对，抽我，一直抽我正面吗？正面狂抽吗？你会躲啊？你躲就是背面啊？对对对对。正面。哎，这个要碎了啊，道具。这个没有的。这个要碎了啊，这个没有的吧？没有是吧？对，里面是没有的。喂，这评分能不能碎？这是昨天的。那所以我就。你可以，碎了就让再做一下。不是前女友吧？因为他俩也是有这个人，有这个绯闻在，所以我应该挺讨厌。不报了。因为他，然后是他，那我再来一个。应该是不喜欢他的。虽然你不喜欢他，你可以说他，但是别人不能说。对呀。哦，哇！一般的那种。第二下，嘣！后背准备再来一下，嘣！再来一下，嘣！撑在这儿，爬不起来了。这次饰演一位脾气有点易怒的公主，你对江城有什么理解吗？江城这个人，他其实就是不是像大家，就可能他给人第一印象会是觉得他是一个比较易怒，然后有点桀骜不驯啊，然后可能。他很多时候他想表达的和他说出来的话都不一样，比如说他可能想表现出他很关心魏无羡，但是他就是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去怼他，就是他很多时候他说的话和他心里想的都不太一样，然后他是一个很重感情的一个人。狗还是猫，都喜欢，都喜欢，都很喜欢。平时江城会因为什么事情跟魏无羡互怼起来？好多呀，比如就在阿姐这个方面上，比如说我会经常问阿姐，你是更关心我还是更关心魏无羡一些？那两个人当中是谁退让的次数更多？谁让的次数啊？对让吧，应该是对让，不应该是魏无羡。一个人打理樱花坞压力大吗？好大，你知道后面就只有我一个人在，对不对？要不要邀请魏无羡回来帮你？你愿意回来吗？回来行吗？平时武打戏份多吗？嗯，多。招式哦。想想，挺难的，那还挺多的吧？就可能在威亚上的一些动作，我觉得对我来说挑战还挺大的。如果让你随心所欲的配角在重庆电影里的一个角色，你会想演谁？我想演，试一下我没有了，我想演。其实没有，就是想演江城。哎，一个人带孩子真的好累啊。
一个人管家真的好累啊。